来香港不能错过的节目。今天特地和老公来香港的海港城看灯饰。可以入六号，我觉得好多人噶，都系人山人海。哇！靓唔靓？太多人啦！这里呢，就是海港城。你们是不是很怀念很久没有过来呢？就今天很想要看灯饰，所以今天我就可以跟帅哥一起约会喽。来。果然不管男女都逃离不出海港城吸引。好靓，我哋喺嗰度买咗四件衫啊，悭咗1000多元啊。老公买完就到我了，这个才办的。要录咗你个榜是吗？姐妹们，公关了记得冲海港城。我就为咗要睇我嘅星星而过嚟嘅。So I won't ask for anything.No shiny toys or fancy things, cause I've got everything I need. 咱这个兄弟们往这给。尴尬，小哥哥告诉我要接龙排队才能到前面拍照。我话你知，虽然我入不到去，我要到此一游。安排。祝大家今日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快乐。